今晚收到編院地區觀眾嘅相啦，好似安省嘅 Aurora 觀眾 Eric Lee 咧，佢尋日黃昏由屋企嘅後院望出去，就見到呢個落日如揮嘅美景，地面白雪都反映出藍色。 而安省居民Jo Jang今朝早咧喺 Kingston 等渡轮去 Amherst 嘅时候，就见到雾气中嘅渡轮，远处仲有云海添，好靓啊！另外，圣诞佳节好多地方都有灯节嘅，首先系沙斯卡通 Saskatoon 嘅 Drive-Thru 灯节，超妈送嚟几张揸车经过时影嘅相，真系五光十色啊！而多伦多市政厅前Cafecade of Lights 嘅相咧系收到唔少噶，咁但系 Hen Fan 嘅呢一张咧就最靓啦。 温哥華中山公園嘅燈節陸續有人升上嚟，你知名嘅 Jim Chan 呢幾張，無論係遠觀近看，每次都睇到燈節唔同嘅美景。而喺温哥華嘅 Trinity Street 嘅居民，每年都舉辦燈飾比賽，Kenneth Ng 就喺街上面影到美麗嘅燈飾咧，俾大家欣賞嘅。啊，最後出年係虎年啦，動物攝影專家趙生咧就送嚟佢喺多倫多動物園影嘅亞洲虎鷹之，的確係有專業水準㗎。 喺度多謝曬大家，咁仍然希望咧偏遠嘅觀眾咧可以提供到一啲當地嘅風景咧俾大家欣賞下㗎。啊，記住寫上張相嘅拍攝時間同埋地點啦，同埋大家居住嘅城市嘅，啲相可以寄嚟newstips@fairchildtv.com㗎。咁跟住落嚟睇睇未來嘅。